然后今天我拍这个影片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海底捞火锅搬去我的家，跟我的家人一起吃。一二三，就一二三，放下去。放弃，然后放到完，放到完，一、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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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散了，乱了，乱了就不好吃了。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巴达达的大牛，欢迎收看我的 YouTube channel。给大家没有错了，今天已经不懂是行动管制令的第多少天了。然后今天我就有这个机会出来去买菜，然后顺便买一点今天我要做的食材。对，然后在我开始正式进入这个影片之前，我想要跟大家讲一声谢谢，因为我的上一部影片在两天之内就有很好的回应，就是你们很多人的留言，有800多个留言呢，在两天之内应该是我有史以来活跃度最高的一部影片，然后又是只有我一个人在里面讲话的影片，所以我觉得有一点感动，因为你们应该真的是用心去听我讲故事，也看到很多人的留言，然后由于太多留言了，所以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回复，但是我每一个留言我都有看，然后我都有按爱心，所以就多多包涵了， OK。 所以我现在就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我刚刚就是去 supermarket 买了这边一大堆东西，总共呢我就花了差不多接近100块马币来买这些食材啊。然后今天我拍这个影片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海底捞火锅搬去我的家，跟我的家人一起吃。虽然我没有吃过海底捞火锅，但是我有吃过类似这样子的火锅，然后是番茄汤底的，然后我觉得很好吃，所以我今天就来尝试看看会不会成功制作到这一个好吃的一个火锅料理这样子啦。OK， 所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回去我的家，然后我就准备给我的家人吃。然后今天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制作火锅给家人吃是怎样的过程跟结果啊，会不会成功呢？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啦。 OK OK， 所以我们接回家 Let's go。 OK， 大家现在我就已经回到我的家了，然后一转眼现在已经是傍晚天黑了，晚上了，然后我现在就要开始制作我们的火锅大餐。然后第一步要做什么呢？今天我来跟你们一一介绍要如何制作一个好吃的火锅，以我的经验。 OK OK，所以第一步，首先第一步啊，最重要的，你要穿一件黑色的衣服，或者是深色的衣服。为什么呢？因为你吃火锅的话，就可以少掉一份担忧，担心那个火锅碰到你的衣服，然后就洗不掉，然后你吃的时候就不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个经验。OK， 第二步，来 ，come on， 第二步，你要告诉全家人今天的晚餐你包。OK， 来，我跟我妈讲。第二步啊，跟你的家人讲，你今天的晚餐我包。包啊，但是刚才切嘞。没有来。OK， 第三步要做什么呢？第三步我们就要开始去制作我们的这个火锅的汤底。然后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下我要用的汤底是什么。前面我是不是有讲到我今天来制作的是一个海底捞火锅？没有错，因为我买了它的海底捞番茄火锅汤底底料。对，所以今天我就来尝试看看，因为我是从来完全没有吃过这个汤底，在家里自己做的。然后我以前每次吃火锅在家里都是吃那种清汤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尝试看看到底这个火锅底料加了那些我的配料之后会是怎样的味道，然后我一家人五个人就可以给我们知道那个味道是什么。那个抖超级无敌长。 OK， 所以我们接下去我们下一个步骤就是准备这个汤底。 OK， 开始制作黑暗料理啊，不是，是番茄火锅。OK， 首先第一步我们就是要开店再哇，那个感觉，我们来把我们的干净水，看完这专业的知识，请问哪里专业了？ OK， 首先第一步我们完成了，开店 on on on， 再按九九号，按九九号。plastic 要移开它。 OK OK， 下一步把剩下这些要处理的交给妈妈。你哇，爱你啊。 Thank you， 爱你啊，不是包了呢。 Thank you so much， 是连这个切也要包啊。 Thank you， yes， 这样子 settle 了。下一步OK， 然后我们现在在等这个水滚的当额，我就来跟你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食材一共有什么。今天我下午一共买了什么东西 ？OK， 最重要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火锅料，这种火锅料全部掺在一起，里面什么都有了。然后番茄跟加工，
然后还有这个火锅底料，这个是我从上网才买到的。今天我去的那个地方原本是有卖的，但是当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它全部的口味都有卖，就只是番茄的卖完了，所以那边就没有。OK。然后下一个就是我们的肉片，还有我妈妈在切这的白萝卜跟包菜也是很重要的。白萝卜放下去前给它的味道入味，然后还有那个包菜也是。OK， 来到我们最后一样最重要的食材，就是这个零卷，这个是吃番茄火锅一定要有的一个很重要的食材，所以等一下我就来给你们看看一下到底有多好吃。 OK， 然后这个白萝卜已经切好了，哇，看起来很好吃。 OK， 所以我们就等它水滚了，我们就要开始做我们的汤底，然后等一下开始吃之前我才拍给你们看。 OK，这样我就来看看到底好不好喝。 OK， 大家开动，来，我们干一口啊。 Yes， 好喝，超好喝，真的五个人吃安安好。OK， 大家现在我来试看刷一个肉，来刷这个肉啊，轻轻轻放进去，刷一刷就好，刷一刷，轻轻轻，看一眼，看一眼，斩一斩，正轻试看一口啊。嗯，收了。Nice， 等下这才是重头戏，这个等下我们一起放下去，放三秒就拿上来。三秒而已。嗯，对，这个玲玲卷哦才是重头戏。然后我继续讲，这是玲玲做的，再来玲玲，玲玲卷，你们不知道是不是？是真的是她做的，所以你们有机会可以去买一次看。很好吃，真的很好吃。OK， 大家，现在我们来尝试玲玲卷了。我家人没有吃过这个玲玲卷，他们第一次。OK， 所以我就来尝试看看。来，就来，一二三，就，一二三，放去，放去，然后放好完，放好完，一二三，拿上来，拿上来，拿上来，快点拿上来，乱了乱了就不好吃了。OK， 那放回去这碗，一二三，放。OK 啊，一二三，一二三，吃，烧，吹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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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放里头。嗯，好吃啊，好吃啊，好吃，好吃，真的好吃，是咬酸了，咬酸了，好吃，好吃，真正呢，这个是要一口，要不然哇，超好吃，或者你要去拌也可以，超好吃，重点是还有白萝卜，再配这个，下一口，哇 ，perfect， 完美，对了，可是我不喜欢柠檬汁。我妹妹讲不好吃，我妹妹讲其实她不喜欢玲玲卷，她喜欢吃打打卷。哦，你喜欢吃打打卷？还有，我不喜欢吃玲玲卷，但是你喜欢吃打打卷。因为我妹妹有绑牙，所以她的牙齿比较难咬一点。大家经过一阵奋斗了之后，我的爸爸跟我妈咪已经吃完了，然后剩下我们三个在这边包完最后剩下的食物。耶，大家，现在我已经吃完了，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大家要分工合作，因为你看现在今天我请他吃，我就要洗碗，分工合作，另外一半就给我妹妹收拾，然后我爸爸跟我妈就负责享受人生 ，enjoy。最好命的是谁？李亚明。耶、yeah. ，OK， 大家，现在我要来做一个简短的结论 ，OK 啊，我先问我爸爸跟我妈 ，OK， 你觉得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还是好吃吗？什么感想？我觉得是我第一次吃，我觉得其实是蛮好吃的，尤其是那个玲玲卷，玲玲卷、啊、是真的是可以讲是非常适合我的口味，所以肯定是给他赞。哇，赞 ，OK， 那我妈是赞，我妈是好评 ，OK， 到我妈，艾米。我
觉得很好吃。外面呢是会掺外面啊，尤其是刚刚我老公给我吃那个伊面的时候，掺他的汤，哇，原来是这么好吃的。然后那个零零卷很好吃，很有口感。OK， 总结就是好吃，是啊。OK， Yes， 总结就是好吃。好吃啊，你觉得什么感想？我觉得那个零零卷好吃，每次看你们在影片讲那个什么、啊、零零卷好吃，所以是不是好吃、啊、对呀、啊、他们在影片看我们零零跟达达每次讲很好吃很好吃，现在他终于吃到了。 Yes， 我要照镜子一下，看真的很长，旁边很长啊。看我剪他头发记得留言哦。谁想看我剪他的头发记得留言哦。不如你们互剪吧。啊，你们这边有谁想要看我弟弟在睡觉的时候我去剪他头发，可以留言跟我讲。 OK，Best、okay, 啊 The best。也大家没有错，这个就是我简短的请我家人吃火锅的小小影片，然后听他们的感想，就是吃了之后的回应，是感觉他们觉得蛮好吃的啦。不知道你们观众看了之后会不会觉得好吃，如果你们觉得看了之后也很想吃的话，记得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讲啊，然后我也是会一个一个去看。 OK OK， 然后如果你们看我的影片想起了那个就是跟你的朋友可以说走就走想吃就吃的火锅那个时光的话，记得分享给他们看，然后记得按照我这个影片，然后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这样子我一有影片更新的时候那个通知就会跳出来给你们收到啦。 OK， 所以我们这个影片应该就是这样子啦，希望这个疫情可以快点受到控制，然后我们可以快点，男生可以快点去剪头发，因为我真的头发很长啊，然后要拍照啊拍业配啊都很懊恼，因为整个头发就是不懂要怎样子可以戴帽子，你弟弟帮你剪呀。这个就是我今天简短的影片，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下次见，拜拜。哦对，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因为我平常都会更新我的 Instagram。 Yes， 我们下次见，拜拜。